今天中午吃个沙拉的吧，吃个西红柿黄瓜条沙拉，我刚刚摘了一些黄瓜。哦，那就再摘点西红柿好了。哦，这么好，这些都该摘了吧。嗯，收了，收透了啊。哎呀，这么好。哦，这里这有几个熟的，熟了，可以了。对，这西红柿熟了就及时的摘掉，要不的话有可能被虫啊鸟啊都啃了，而且也影响其他的西红柿长。哎呦，这个 I don't like 它盘到这里来，长疯了。等着你把它弄过去。嗯，竟敢爬到我西红柿上。这足够了，今天中午杀了，有了，用不了，用不了。今天上午刚摘的一些黄瓜，一大堆黄瓜，然后挑两根黄瓜，然后洗一洗，拍着吃，两根就够了。然后再挑两个西红柿，嗯，够了。就挑两个西红柿就行了。OK。对，洗一洗，然后再调煸一点蒜。我们这个农家菜，黄瓜西红柿沙拉的，我们挑几根刚刚洗了这个黄瓜，把两头去掉。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黄瓜这个很老，皮儿很老的话，你就把皮儿刮一刮。那我们的这个黄瓜呢比较嫩，所以我就不用刮皮了，然后呢我就把它拍一下。哦，这个拍一拍就是因为到时候调的时候呢就这个滋味能滋进去，吃起来比较好吃。这是我们老家的农家饭。凉拌黄瓜，这个好像有一点老，这个还 OK。 两根够不够？够了。两根不够吧？上次我给你做了两根，你自己都吃完了。够了。不，再弄一根。今天 OK， 再弄一根。今天 demo purposes。再弄一个。上次我做了两根，给你做两根，然后你自己都吃光了。哦，要是老了就。对，老了的话。就这样剥一下皮。对，皮稍微打一打。一般我都不舍得打，觉得皮很有营养。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老，就稍微打一打。哦，真嫩，都能闻见这个。嗯，你看看，嗯、都能闻见这个黄瓜的这个味儿。看，嗯，非常的好。那自己做的黄瓜好吃。嗯，这就是我每年都欢欢着种黄瓜的原因。因为你要是在外边买的黄瓜根本都没有黄瓜味儿、嗯、对，这么远都闻见了。嗯，有的人说你种黄瓜干什么呢、嗯、黄瓜也不比外边便宜，但是黄瓜可比外边的味儿好。对，然后呢我做的这个东西呢还在放点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就是我们刚刚从外边摘的西红柿。哦，这么好看。因为这个西红柿呢自己种的，味道很鲜美，所以说那个把这个头要把它底边要把它弄掉，所以说放一点西红柿里边、哦、你看这个多鲜有、非常沙、就把这个地方，其实这里可能不弄也行，因为有没放农药。
什么也没有。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啥劲儿。对。就把西红柿再切一切，味道非常好。然后哦，再弄一个。你看看。很 juicy， 这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很 juicy。嗯，这叫新鲜，这就。你从外面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个味儿。对。嗯，然后呢，我再放一个。放一个 avocado 里边。哦，还要放 avocado。对。是啊，这个西红柿，它 Amazon delivery 再快也快不了这个，直接从后院里。哦，这个 avocado 也很漂亮。所以你放 avocado 的话，它有 avocado 有，就是 omega 3还有 omega 6的这个，所以这个油脂比较好。所以这这里抗氧化能力最好，所以说不要丢了。半个够不够？还是一个？一个吧。这不过这个量好像还挺大，可能做多了。这个看着很好。所有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儿。对，这个 avocado 也是 organic。好了，这样的材料就有了，一大、哦、很全了，很漂亮。小 party 都够了啊。下一步就是做那个，做这个酱。OK， 这个是 smashed 的，这个。garlic， 这个酱蒜有点多了吧？蒜有点多，这个蒜啊、醋啊，放多少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我觉得咱们这些就够了。然后呢，再放一点醋。这是什么醋？这个就是那个 apple cider vinegar， 苹果醋。哦、oh, ，OK。醋也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对，然后呢，再放一点儿盐，盐也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嗯 ，actually， 这个 apple cider vinegar 是很好的电解质。而且呢，现我们主要要推荐大家要用的就是这个芝麻酱。哦，这个芝麻酱。对，要放上芝麻酱。嗯。放上芝麻酱以后，就是调起来那个味儿就特别的香。然后呢，就是这样搅一搅，把它搅匀。芝麻酱得要搅的厉害一点，要不的话那个它搅不匀。哦，那个味道出来了，香吧？嗯，很香的。嗯。
放多少盐，放多少醋，都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口味。放一勺芝麻酱，这样的话芝麻酱就充分的都稀释了。嗯，少放一点点。嗯，这样调料就好了。那把这个东西倒到调料倒到这上边来。哦。然后我再放一点 flaxseed oil。哦，flaxseed oil 是亚麻籽油。对。对，亚麻籽 omega 3。我看，我看啊 flaxseed oil， OK。不放香油，放，实际上香油是。放一点香油也行。就实际上香油是 omega 9， 这人体实际上不是太需要。可以稍微放一点香油、芝麻油。对。麻油。哦。黑芝麻油。黑芝麻油。对。这是日本的那个 organic 的黑芝麻油。哦，就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子，然后再稍微的拌一下，调一下就行了。这么简单，但是吃起来非常的好吃。嗯，看上去都很 nice， 而且 smells 都 smell good 吧。smell very good 。而且这里边又放了西红柿。嗯。西红柿的那个汤那个汁儿。哦。然后蒜一沙，醋一沙，然后和黄瓜拌在一块儿，这就可以了。很漂亮。嗯，我都要想。OK。嗯。还尝一尝。非常的好吃。好。非常好吃。如果喜欢的话，再加一点这种沙拉的托品，就是说这些硬果之类的东西，应该有葵花籽啊，还有 pumpkin seeds，然后把它撒到上面。这样可以增加一些营养元素，这样子的色香味俱全又有营养的一盘农家菜西红柿黄瓜沙拉就做成了。嗯嗯，流口水了。嗯， smell good， yeah，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吃，但是必须要是自己家里 organic 的。或者是说你要上 farm market 买他们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黄瓜西红柿，商店里的西红柿和黄瓜是调不出这个味道来的。对，大家可以尝一尝，真的很好吃，我都流口水了。我们每次拌这么一大盘，我们两个人都能吃掉了。对，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忙点赞和转发，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